再见，昨天我忘了时间，用草莓屋里用里面回首一切更好的局面，我不想念你到永远，哦，缺点还不如怀念，哦，希望能够小然后懦弱的人，我只是透过这个，我觉得我只透过音乐，然后还有像这样干活直播的方式来那个找寻我的同类，然后很开心今天现场还有镜头前的你都很有可能是我的同类，我觉得我非常的欣慰，从一个人原本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在今天居然超过了现场有一亿的人民的聚集。谢谢你们，我们继续加油，先不跟你们聊了，我要演唱会了。这句好可怕。我现在我演唱会喽，这叫听讲是不是好像很合理？我好像有点不太很少听到的。我先回来我演唱会。好了，我继续演唱会了，再见大家，拜拜，跟大家说拜拜。拜喽。要聊啊？要聊。OK， 拜拜。